准备就绪，让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第一位追梦人。首先登场的是五位肤色各异的漂亮女孩，年轻时尚的她们带着什么样的梦想而来呢？来，赶紧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们是五洲辣妹，谢谢。五洲辣妹真的很辣。哦，那么他们四位现在还在读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呢？已经都工作了，他们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可以。OK， 好好。大家好，我叫李奎，我来自乌干达。你叫什么？啊，李奎。不，李奎什么意思？是这个李奎啊？真的假的？因为他原名其实叫金沙了，然后有朋友开了。李奎是他的中文名字。对，中文名字叫李奎。对。那么这位的中文名字，我叫江南，欧巴江南撒。哦，你是哦，哎呀，你这个好玩啊！啊，那么这个妹妹你哦，我叫寄托，我来自吉林东北那嘎达。寄托。对。哎。那么旁边这位是，我是秋天，来自浪漫的法国。哦，你叫秋天，名字都好浪漫。那么这位大美妞，重现明月光，一世的上霜。那么你这个名字叫什么呀？你觉得呢？那李白。谢谢，我是李白，我来自 Canada。哦，来自加拿大的李白。他最会的是什么才艺呢？他呀、啊、他其实原来是专业是学小提琴的，他是一位小提琴老师、哦、所以你看他平时可能哎比较优雅一点，看他哦。然后那么这边跳舞跳得最好的是谁？跳舞最他跳舞还可以吧，就是他有他自己的 style， 除了这个江南 style 还有李奎 style。 那你是什么最好？我啊，我们的队长是拉的二胡，拉的特别特别好。那二胡你也知道？对。你二吗？哦，我叫二胡，叫二胡。这个你没叫，就是在中国这个二啊，和你们那个two啊，就两码事，你知道吧？那来到了我们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通过中国梦想秀这个比较大的平台，争取一些更多的演出机会吧。那么我们的演出所得，我们也商量过了，说可不可以就是找一些公益的爱心组织捐献给他们，用我们的行动，然后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就是在保证我们生活就是正常生活的基础之上。那让我们美丽的五洲辣妹上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
啊，姑娘们，你们个个非常非常靓丽，而且我觉得你们性格很好。对。都有男朋友了吗？我正在找。你正在找，好，你慢慢找 ，OK。秋天有男朋友了吗？我也正在找，但是很难。慢慢找哦。很难，因为我。他要求太多。我的钥匙不多，就是有一个是没钱送给我玫瑰花就行。每天那我帮你找个花农，你看怎么样？哦，没钱送玫瑰花。我想问一下，你们对自己的演出满意吧？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然后需要进步的地方，因为毕竟我们组合在一起的时间还不是很长。Okay. 首先，你们的动机非常善良，是要去做公益事业，去帮助别人。对，但是你现在希望我们来完成的梦想是你们要进行一个专业的演出项目，那么也就是说，可能我梦想观察团就应该是从比较专业的角度来评估。祝你们好运，准备投票，5 4 3 2 1，开始。先开心一下，不要，不好意思，你们不要恨我，好吧？你们不能恨我，这个我反转掉了，因为我觉得你们今天跳得太烂了。今天我反转，不是反转你们的动机，而是说，你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又有这么好的布局。你看五大洲有多少人能够凑成这个五大洲啊？但是，为了让梦想绽放得更美丽，请在绽放之前做好所有的准备。希望再次看到你们回到这个舞台，让我们大家都认可，好吗？好的，谢谢波波老师，我们会更加努力。有一个词我知道，可能您想对我们说，就是厚积薄发。不，我不想说，我想说的是不能恨我。好，姑娘们，谢谢，你们送行。谢谢波波老师，谢谢你们。作为专业演出，五洲辣妹的表演显然不够完美。美丽善良的女孩们，为梦想的实现，继续努力吧！中国梦想秀，我们继续出发。接下来，这位憨厚的汉子带着一件家传宝贝来到了梦想秀的舞台。我叫冯玄祖，今年45岁，是陕西省临汾市的普通农民。我的父亲曾给我留下一件宝贝，我曾经带着他走过几千里路。今天，我带着我的宝贝来到了中国梦想秀这么大的舞台，非常激动，希望大家喜欢我，也喜欢我的宝贝，同时希望中国梦想秀能实现我和我宝贝的梦想。哇，是啊，好吧。嗨，巨人，巨人你好，我在这儿呢。你好。想握手是不可能了，你别过来，怕你把我踩下去了。怎么称呼？巨人，来，我们转到前面。我叫冯玄祖，叫什么？冯，宣传的宣，玄，冯玄，忠诚的忠，玄祖。对，总总，冯玄忠，跟这个玄忠啊，你帮我看看我上面这个头发怎么样？我一直照不到，因为这有吗？头发？这个头发？还有，还有啊，有。还有。巨人你好，我在这儿，麻烦你看我一眼，你来自哪里？山西临汾。山西临汾的朋友。哦。我想请问啊，这个高跷有多高啊？要3米了吧？两米五。我目测一下，1.78米的样子。我老是踩的。哦，因为我踩，好嘞，我只2米，差不多吧？多少？哦，不，3米。
3米。六不对，多少？2012毫米。你玩我对吧？哎呀，那不就是两，真的就是2米对吧？你一个人过来的？没有，你谁跟你一块过来的？我一个人过来的。你对我是不是印象不是很好？那你前面那2米嘛，就差不多了，一步都错。2012，哎呦，这个把我弄得很尴尬。我说你是一个人来？你说不是的。我说你跟谁来的？你说你一个人来的。我一个人来的。啊，对，我带着我的高跷来的嘛。对，带着高跷来的。哦，你带着我的宝贝。哦，你好有创意。跟我们说说你练这个高跷多久了？对啊，我17岁到。现在已经28年了，十七岁开始练，28。哎呦，你练，你45岁了。反正我是猴子，你是羊。哦呦，你这个 information 非常具体嘛。你看，你远看像那个叫什么？啊？就那个陈小春像吧？像陈小春晚年吧？有没有人说你像陈小春的？哎，陈小春没有听说过了，还哦，那可能通过波波哥哥的嘴，这下就有人说了。哦，那我想请问你，练习了28年了，你踩着高跷走过最远的路有多长？最远的是1999年，99年，哎，从我山西临汾，嗯，徒步走到北京。天哪！你为什么要走呢？为了澳门回归。哦，你事儿倒管得蛮多的嘛。哦，那个波波老师，波波老师，我有一个担心，因为我看他一直在这样子，这么高的地方这样不停的挪动，我觉得有点辛苦，累不累？有点累。有点累，要不这样吧，我们怎么样可以下来吧？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你休息一下？不能下，不能下。可以坐个凳子，因为我就穿一条裤子。哦。可爱了，那我问一下，这个我倒没想到，3米长，哎，你给你梯子坐一下好吧？行，好，来个梯子，我们上梯子让温泉中来休息一下，不然太辛苦。哎，而他这样晃的我头有点晕了。我这个跟你在一起玩，我要小心，我分分钟可能受胯下之辱，是不是？万一我找不到你人呢，在哪里？他说我也在上面屋啊。波波老师，我有一个办法，你讲，你可以听听啊。就是当他这样做的，你不是要跟他平起平坐吗？啊，我们也给你一个梯子，如何？不是我问题肯定没问题，但是我有个暗毛病，你知道吗？你说，我晕高的，恐高啊？恐高我，但是你听我说，我是个男人，我。恐高也要上是吗？来，我们掌声鼓励波波老师。我上来了。哎！哦，弄错了。波老师小心。我呀，你看这。我告诉你，有的男人看上去人高马大、肌肉发达，看到蟑螂马上昏倒。你没看到过吗？我真是。小心，波老师。你可以的，你跳舞都那么厉害，爬个楼梯算什么呢？郭老师，空气如何？我，哎呦，我对吧？我就坐，我两个腿哦，发麻，这有问题吧？这，哎，你看你为什么可以如此淡定呢？你这个是，等一会儿啊。好了，好，这个我们谈一谈。谈一谈，你人呢？下面那个，哎呀，雅丽，你说，我现在不方便。郭老师，你先深呼吸，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呼吸，手不要离开，手还是平稳一点啊。我来问问玄中，那。
那你今天到我们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你也给我们讲过了你99年的壮举了，那你到这儿来你的梦想是什么？我这回想在长江以南再做一次高桥千里行，想从杭州，从杭州出发，杭州走到温州，完后再到福州，再到福建。哦，那变成洲际旅行了。也没有多远，也就横跨3个州嘛。哎，那叫他说得很轻松啊，霸气。那叫省。杭州、温州、福州，不是3个州啊。所以我想这回呢，想通过梦想秀，能找到企业资助来完成我这次活动。你讲完了吗？好了，说碰碰看，我们碰得到吧？别，不行不行不行，没事。小心小心，玄中你小心。握握手握握手。谢谢，好走。这一幕我怎么觉得那么感动呢？作为男人，我非常钦佩你，因为许多也许八卦媒体喜欢来跟你算账，是不是行啊，是不是不行啊？我觉得你所走的路不是常人走的路，也就是说你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对吧？我现在我因为你抓住我以后啊，我现在思绪万千，我心潮澎湃，我在想万一你把我一拉我就下去了。好，你先回到你的那边 ，OK。田中，小心。好，小心。先回到这个梯子上坐好。郭老师，你小心，你辛苦了。我们下来再帮他梳理他的梦想。我。郭老师在上面的感觉还好吧？你还给我们秀你。我坐在上面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我后悔一件事情。我这个保险箱密码没告诉我老婆。我这挺瘆人的，很瘆人。好，接下来我把这个舞台交给我们的梦想大使和冯玄中。玄中，祝你好运，美梦成真。好，加油，做的可以的。然后说，让梦想照进现实。这个你的故事大家已经听了非常的明白了，我这样，我现在让我们身后300位梦想观察团为你投票，好吗？我还有一句话要说，你讲。我爸那个时候就跟我曾经跟我留过一个叫《三字经》，他像啊，做，奏，像别人没有像过的事，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奏，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对。我给你一个投表心，投别人没有投过的票，表表演别人没有表演过的表，心心永远是别人没有的心，我就永远开心，好吧？谢谢波波哥，准备投票，5、4、3、2、1，开始。还不够，这个有点可惜，但我想你走你的路，让别人看出来。好，虽然你没什么，但是还是感谢你今天的表演，用美妙的音乐为玄中送行。玄中加油！虽然没有通过，但路就在脚下。玄中带着你的信念与勇气，在别人没走过的路上大步向前吧。想参加中国梦想秀，让我们欢迎下一位追梦人。接下来这个可爱的重庆女孩是个标准的宅女，从未独自出过门的她今天只身来到梦想秀，是为了怎样的梦想？你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波波好。你好，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李小娇，我来自重庆，今年24岁，我是一名英文老师。英文老师？对，很漂亮的英文老师。Thank you。 那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声音很好听，所以我们很期待。谢谢。好，接下来舞台交给你，加油。OK, thank you。Just a girl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You'll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I ju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沉醉在你的歌声里，谢谢。平时应该很喜欢唱歌。对对对，我爱唱歌是因为我那个，我从小我有一个堂姐，她在那个新加坡留学嘛，然后她的那边，她每次回来都会带很多的磁带啊，带很多 CD 啊，我每次都到家，她就要去偷偷搬一点拿回到我家。我很喜欢听英文歌，因为喜欢听英文歌，从而就开始学习英语，现在成为一名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对，原来是这样结缘的。那林老师，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希望能够参加中国好声音。哇，拜托各位，也拜托波波老师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去参加那个中国好声音。对，好的，我明白了。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波波老师怎么看你的梦想。接下来我们马上让梦想照进现实。理论上和现实中，我们都有这个可能，也有这个能力完成你的梦想。那个，今天就你一个人来吗？对对对，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就是到外地来。妈妈之前也说要不要她陪我去嘛，我就说我自己一个人，从这一次开始就独立一次，就一个人就来到这。但是大家都很照顾我。你24岁，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啊？出过，但是要不然都是跟朋友，要不然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这是第一次。哦，你是个恋家的小女孩啊？对，你从来不给时间给你男朋友的吗？啊，我没有谈过恋爱。还没有男朋友呢。你是真的假的？真的。真的，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敞开我的隐私了。不是隐私的，一个24岁的女孩，而且我不说你长得非常非常漂亮，但你绝对不难看。啊，对。那告诉我 why？ I don't know why，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可以在这儿。问一下，我们俩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呀。为什么呢？我想，就你要么你有个幸福的家庭，我的家庭很幸福。要么你有个把你有一个非常严肃和或者是爸爸妈妈的严肃， no， 把你卡得很紧。No， 我爸爸妈妈急死了的，真的。我爸爸妈妈很着急，我哥哥姐姐也很着急。每年春节我们家一起在吃饭要喝酒嘛，对，碰杯嘛。我哥哥姐姐都说早点给我找个妹夫回来，但是每一年我都不争气，找不到。你家庭很幸福。对。爸爸妈妈很着急。啊，不是那种一看男孩啪就马上，绝对不是，不能动 ，no， 哦，都急了已经啊，come on， 对对。你本人怎么认为？我其实就是在等，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那个
缘分，我就觉得我是在等那样的一个人，但是等了很多年一直都没有等到。再来就是我比较窄，比如说我放假回家或者我休息，我都会在家里面。我今天发生了一件情况啊，你想向左面看，说啊 ，OK， 算了，因为我忽然发现，我的琴师，他叫沈浩，我们一起合作了5年，应该说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的硕士毕业研究生，然后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不正常。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人，他居然前面你在唱的 I love you baby， 他你身高多少？我身高165。他178。你年龄24。啊对。啊24岁。对。他28。啊哈。27啊，小张27对吧 ？OK， 27。啊哈。我有个小建议啊，你对他弹，你唱一个什么 ？OK， 好呀。好，会的。小沈上来，拿个话筒给他。哎，好，这过去，哎，好，再靠稍微靠近一点。Relax， OK， 来，再靠近一点。你那搞得像少女，她搞得像领导了。这个你这手怎么 ？OK， 好，英文老师。对。他是因为在英国也留过学，所以他的英文也不错。嗯。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在瞬间用英文自我介绍一下吧。OK， 那你先开始啊。随便。我有话。行。OK。您说吧。我说不出来了。那种感，嗨。你是有多少年的舞台经验的？你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简单 ？Hi, nice to meet you. Hello. Okay, tell me your name. 沈浩。Do you have an English name? No. No. Okay. My name is Li Xiaozhao, and nice to meet you too. My English name is Kame. So say something. Say what? if you like.Music, I can play some. 近一点。Play something for you. Okay. 我们是不是希望他们看他们是不是可以琴瑟合一的来一次，好吧？好。来个歌曲。Okay, 你们商量。Okay. Okay. 那个 For No Reason. For No Reason, 不会。Fly me to the moon. How about fly me to the moon? Okay, fly me to the moon. Fly me to the moon. Okay. I'll try. Okay. Okay. So. Okay.Try. Ah, okay. I'm okay. Okay, please come this week. Okay. 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对不起，你应该，妹妹，你在钢琴旁边好吗？这样有画面感。OK。好，开始啊。合作这个相当不错，小沈，你觉得你今天正常了？好像不在正常的范围之内。OK， 是因为没练习还是因为紧张？都有。OK， 好，都有。来，妹妹回到舞台，谢谢小沈。这完全是善意的一个，我想挺可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就说，只要你需要爱，身边到处都有爱。如果你不需要爱，就是爱洒满人间，你照样自若罔闻，对吗？你的梦想是参加好好、你觉得我有能力让你去参加吧？要。为什么？因为您唱歌也很厉害，我觉得在关于音乐这方面的节目的话，你肯定也是有关注的。然后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我就想请波波老师您那个帮我一个忙，能够让我参加中国好声音。
我们是不讲人情的。中国我凭我自己的实力，您给我一次机会，我凭我自己的实力去闯闯。你能不能用更伟大的，或者是更绚丽、更有没有更震撼的梦想？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平常平平淡淡的生活。我觉得让我绞尽脑汁去想，我觉得最伟大的梦想，我就希望和我的一家人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过一生。我用我的努力，让我让去创造，让他们过得更好。我觉得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好吧。中国好声音、中国梦想秀，反正都是我们单位的，对吧？好，为这位可爱的啊纯情的女孩，为她对中国好声音的那种喜欢，对音乐的喜欢投票。觉得她唱得好的就为她投票，觉得她唱得很一般的，你上来唱唱看。好，5、4、3、2、1，开始。271并不仅仅是都是对音乐上的评价，而是所有的善男信女们对美好爱情童话式的一种追求。所以谢谢各位，你应该邀请你的合作方一起上台，来一块来享受这一份瞬间来临没有预感的荣耀。小沈来的是什么？哦，在一起啊呀。这妹妹是主角，她可以弹。你用三句话说你今天的感受，你用一句话说感受。OK， 首先我很感谢各位，感谢波波老师，大家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然后呢，还要谢谢这位沈浩，谢谢你。我也不知道要谢什么，但是 Thank you so much。你可以讲一句话。I'm single。What？OK， single， 他单身嘛呀，我都没听清楚。好，OK。什么叫被谢谢？这个妹妹，这个你们这不能说是情势合一啊，只不过机缘巧合。不过真的蛮般配的，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谢谢很棒，拜拜 ，Thank you， 很棒，谢谢，拜拜。这位阳光可爱的女孩在舞台上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希望她可以一直这么单纯的幸福下去。香飘飘中国梦想秀，让我们欢迎下一组追梦人。接下来登场的是一群快乐的舞蹈女孩。我们是艺校的学生，不像吧？在大家的心目中，艺校的学生都是高高的、瘦瘦的，长得很漂亮，但是我们没有。看着舞台上那些唱歌跳舞的演员们，我们很羡慕，但是也挺自卑的。为梦想，为自己，加油！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能行，加油！我们是来自艺校的学生，我们都是学舞蹈的。我想请问一下各位，你们的年纪大概是多大了？我们最小的是13岁，最大的是15岁。谁13岁？哇，好几个13岁的。我想问一下啊，一般像15岁的女孩学舞蹈的女孩，大概身高是有多高？我们这么大一般是1.65米左右。那你们的平均身高是多少？我是1.55米以下。就是你们的身高会比正常的学舞蹈的女孩子要稍微的偏矮一点，是吗？对。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你看完再说。好，那把舞台交给你们。
是姐姐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的舞蹈院校对于学舞蹈的女孩子这个要求其实挺苛刻的，比如说在选拔的时候，无论是女孩的样貌、形体、身高都会要求非常的严格。是的。你们有碰到过，有听到过别人对你们有这样的质疑的声音吗？这个有，之前我们很多人都去参加过其他学校的考试，有些甚至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他们都是说你们身材也不好，长得也不漂亮，个子又不高，学什么舞蹈呀，就是这样。谁说你们不漂亮？我觉得跳舞的时候你们都是最美的，像天使一样的女孩。谢谢主持人姐姐。真的好漂亮。谢谢主持人姐姐。但是虽然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依然坚持着。对，因为我们喜欢就依然坚持。为什么流眼泪了？来跟姐姐说说。因为我觉得我们能坚持下来是一个很好、然后很多人都为我们鼓掌，让我们感到很欣慰。嗯，然后也谢谢大家，我们鼓掌。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值得，你们值得迎来这些掌声，知道吗？因为你们的表现真的是太棒了。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梦想很简单，我们就是为了证明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能行，我们不比别人差。来，大家请集体上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孩子们好，波波老师好。老师带你们来的？对，老师和校长都带我们来了。校长爱你们吗？很爱，我们也很爱校长。跟你说，我们私底下都叫他老爸。好，这个我们要看一下。红花，哎，校长是我，陈军。陈欢把这个话筒给站在前排的那个穿格子衣服的女孩啊。你好，妹妹。波波老师好。陈校长收了你多少钱？哦不，学费一年是多少钱？学费一年24000多。一年？嗯。有没有免收的校长？有没有免学费的孩子有吗？目前我还做不到。你这样说你做不到，我倒反而心里踏实了。就是真的我做不到。对，20000多其实并不便宜哦。哦，20000多对吧？当然也不算很贵。我就怕有些人，我们有的。波波老师，请讲。我插一句。哎，插两句不要紧。24800，管吃管住，还有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子、他们的所有的都管。还有一件事，我们是包分配。这孩子说话怎么喘气的？你不应该有句号的地方有句号，差点我误会校长。校长，我的好奇是这样的，如果碰到他实在是家里面比较贫困，你会不会跟他打一点折？有，这件事有，我们是以奖学金的方式奖给他。很好，这个很先进，就是你不是施舍。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去施舍他，施舍他导致他会自卑。很好，您招收学生的标准是什么？我招的标准基本上是各艺术院校不要的孩子，就是对艺术有追求，但是由于可能自身条件亦或是学费的问题，最主要是个人条件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像你组织这个节目一样，圆梦，我也想圆很多孩子们的舞蹈梦。这一位呢，就是这个孩子呢，任何艺校都不敢收他。啊，为什么？因为他被车出车祸以后，他妈妈带着他来打。我看了他的那个X 光片，我也吓一跳。他从颈椎到尾椎是 S 型，没有任何人敢收他。哦，那重度畸形啊。但是这个孩子，他被训练出来了，他也决心。不可能当演员，但他决心以后当一名好的舞蹈老师，我很欣慰，真的我很欣慰。妹妹，你非常幸运，很幸福，不但你现在站着在和波波老师说话，而且你居然还能跳舞，所以过去就是一个记忆，好吗？哎，你现在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对吧？
差不多，除非就是可能下雨天、阴雨天身上的疤呀什么的还会痛。哦，这正常，我经常也痛。谢谢谢谢，我们一会儿再见。波波老师，听讲，我真的想叫我这个孩子跳一段吗？对对对对对，孩子来吧，来。嗯，谢谢谢谢，给他一点鼓励，所有的咱们的梦想观察员们，给他一点鼓励，谢谢谢谢。校长心里面现在最激动，因为当你的梦圆了，当你的学姐梦圆了，其实校长也是为圆梦的，因为他可能想向社会告诉大家，你们认为他废掉的这个人，我可以把他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们说他不能跳，我跳给你们看，我还能够让他成为一个以后对社会有用的舞蹈老师，非常好。大声地说出你们的梦想，再说一声，告诉大家，我们的梦想很简单，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我们一定能行，我们不比别人差。因为就像我们这样的学妹都能够在台上翩翩起舞，所以你们想证明的是你们不比别人差，对吗？对。但是以后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们不比别人差，其实已经比别人矮一截，我们很好，我们是最棒的。孩子们，你们是最棒的。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好，音乐为孩子们送行，祝贺祝贺小姑娘们，谢谢谢谢大家，加油，坚强的姑娘们加油，好吗？好，谢谢你们，谢谢校长，再见。最平凡的女孩用最艰苦的付出赢得了全场掌声，现场实现了梦想，加油姑娘们，你们是最棒的。接下来登场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追梦人，我叫李宁，来自北京，今年30岁。我小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了行动不便，说话也比别人慢半拍。大家都嘲笑我，不愿意和我一起玩。后来父亲给我买了一台收音机，从此我就和他说话，他成为了我儿时的伙伴。经过剑桥旁人烟稠。我能有这么一份公接公的工作，我现在感到很满足了。我梦想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喜欢我，让更多的人愿意和我交流。
说相声，这个说之前啊，先托付两句。一会儿说完之后呢，你要觉得好玩呢，掌声鼓励我一下。要不好玩怎么办呢？一会儿散场之后啊，别走。最好是带队，把衣裳脱了，围着西湖跑一圈，上西湖那儿跑一圈，你喊着喊着我。不是是你脱掉还是我脱掉？当然是您了。哦，当然是您了。就要是你说的不成功，我们不下去，然后我把衣服脱掉，我跑一圈。对，为了喊着我嘛，对吧？好，可以，好，对吧？我先想明白，你先往下走，哎。你看我有一哥们儿，这人呢，长得比较老型，刚30多岁，脸上都是褶子，怎么办呢？上商场买了一瓶那个除垢霜，哎，回家开始抹呀，抹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给我打一电话，喂，我告诉你，我都买一除垢霜，真灵。我说怎么了？我醒了一看啊，双眼皮没了。那个跑圈的一会儿可以去了啊。那今天来到了我们这个舞台上，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没有地方说相声了，所以我现在想找个说相声的地方。那我祝你梦想成真，请您上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你好，你好。你到这里来想圆的梦，是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让你可以继续说相声的地方。对，你找过没有？还没有。你没有，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地方说相声了呢？因为我之前在后海上说呀，跟我一块说相声的那些人现在都拜了师了，成为正式演员了。他们周末会很忙，就人家不可能说晚上跟你去说相声了，所以我就没地方说了呗。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和同事说过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相声很难，不是是个人就能说的。哦，就相声很难，对吧？对，相声难就难在它太容易。哎，精辟，精辟，谢谢。嗯。这个，我说，我的问题是，你在医院里面有没有把你的相声说给你的同事听过？有过。啊，那不就是有地方说了吗？一年一次，只能是搞联欢会的时候说一次。下面人，很 happy。啊，都很开心。是的。你们医院大不大？很大。我觉得你已经找到地方了。其实你只要用心想一想嘛。嗯。你说相声是为了治你的病。对。能简单的说一下吗？相声和你这个病的关系。可以啊。嗯。因为我是小脑神经烧坏了，导致了平衡不好，说话会很慢。所以呢，说相声呢，就是他要练基本功嘛，就顺便就练嘴了。其实我不是跟你开，我觉得小李，我已经替你找到一个很好的说相声的地方，而且我可以这儿是吗？不仅仅是这儿，我可以让你比现在要伟大的多。伟大？怎么讲？就你的工作单位是在医院。嗯。其实你要找的梦想的地方，就是你的单位。你在不耽误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你可以到病房里去为那些病人去说相声。不是，那出的事儿是谁的呀？本身人家没事，我一说啪过去了。啊，就你，这是病人，对吧？有过、没有这个事儿过啊？所以你正因为考虑到这个，你才不会去病房。应该这个后果应该不会有。为什么呢？刚才我说完之后，你看他不没事吗？这不是？就说我对吧？对吧？
我是应该没什么事。其实你心里特别扭，现在。哦，你都一眼洞穿我内心现在纠结，是吧？你都挂相了，你看。你看我还有什么毛病？就是最致命的毛病啊。致命的啊。对。哦。这个人，嘴很坏。我，你是吧？是吧？嗯。哎，那么这个坏主要是坏在哪里呢？当然了，对一般人也不坏，但是别惹他，一惹他你受不了，你知道吗？他会反击的，反击的话很厉害的。我，是的，承认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病已经到这么严重了。哎呀，那你太危险了。那你觉得我这个应该用中医还是西医？都不行。那就已经放弃治疗了。你找我的。我找你。你找我。然后呢？你怎么把我看好呢？我跟你说呀。然后我会好吗？你猜呢？那你跟我说一段呢。我尽量。啊，这样啊，这样。现在我说点韩语行吗？韩语。哦。来了啊，跟我学啊。哎。假问乙，哎，前的哥们，乙回答，有特思密达，思密达，哪思密达，聊天的密达，完了，韩语很简单的一个对话，就我只听到思密达，哎，韩语吗？韩语吗？听到韩聊天的思密达，对吧？想学吗？我一句一句教你。好的。头一句啊。哎。前的革命。大伙也可以学啊，没关系。强。我说慢点啊，家里有狗没有？啊，家里有狗没有？哎，耶。OK。你家里有狗没有？家里有狗没有？嗯，他问了，那人得回答呀。哎，有条思密达，有条四米的，四米的那是狗吗？那人不信呢，啊，很惊讶，思密达，两条两米的，哦，加一块四米，韩语，谢谢。我现在想为你的梦想投票，你希望我们300位梦想观察员是为你的哪一个梦想进行表决？我只有一个梦想，找地儿说相声。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母亲身体本身就不好，为了我着急上火，导致更加的不好，所以在前年吧，母亲就去世了。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呢？母亲没有听到过我在后海说过相声，这是我最遗憾的，而且是弥补不了的遗憾。所以我希望能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为我找到一个说相声的地方之后，我希望能说给妈妈听，能告慰她。小李，如果现在你妈妈听得到，也看得到你，妈妈如果就在这个上面，你会对妈妈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下来吧。你太可爱了。我想也许有的人唱一辈子相声都不可能说得出这么精致的包袱，向你学习。谢谢。这老师离我最近，不能说是这个欣赏了，忍受了半天。这个我觉得您真是个人物。这么一位杰出的后相声主义后
后向前主义，为李宁投票，开始投票。投票结束。再跟你说一句没有恶意的，但是我看你的反应的话，好吗？嗯。如果妈妈真的下来了，你会说一句什么话？嗯，放心的走吧。你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你相不相信？我是真的非常的佩服你。我相信。我佩服你不是你的悲惨的过往，而是你这个两句话，上来，回去吧。宣布结果。你的梦想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嗯。但我前面摁铃了，我摁铃说明什么呢？嗯。说明我想为了你，我想行使我的再投票的反转权。我情愿相信这个差掉的三票，亦或是十票，是因为你太精彩的表演，他可能忘了按了。哎，你很在乎今天的舞台吗？我很在乎这个机会，本身相声对于我来说给我的只是快乐，我并不指望说靠相声怎么怎么样，我从来没想过，他给我的只是一个乐。假如今天没成功，放心，我还会爱相声爱一辈子的，这不会是影响的。给这个孩子机会，五、四、三、二、一。这个有着不幸过往但依然坚强的大男孩，用他的机智和快乐感染了所有人。李宁，加油，你一定会成功。来参加中国梦想秀，有请下一组追梦人。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追梦永远不会太晚。我叫张晶晶，来自湖南省安化县。我的梦想和我爸爸妈妈有关，也与12年前的我有关。有些梦想虽然在时间上错过了12年，但我相信我一定追得回来。这个舞台上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嗯，想为大家唱一首歌。好，好像有点紧张嘛。有一点点。没关系，不要紧张，你不是被对面的这位帅气逼人的先生吓到了吧？他是我爸爸的 fans， 我们家的 fans。他是你爸爸的 fans。 我们全家都喜欢您，特别喜欢看您的节目。啊，我听懂了，你们全家都是他的 fans， 对吧？对。刚才果然紧张了。向你爸爸问好。谢谢。好了，不要紧张，其实我们的周老师特别的可爱，对吧？好，既然给我们带来了表演，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好。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
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深情，来自湖南的漂亮的姑娘张晶妮，对，很会唱歌。那来到了我们这个梦想秀的舞台上，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想上大学。虽然现在年纪有点大了，就是可能没有机会再到大学里面，正式的学习，但是。就算能够获得一个去大学进修的机会，我都觉得很满足。这是你的梦想。对。那请往前一步，让梦想照进现实。你好，周老师。首先，我代表所有的梦想观察团，感谢你前面给我们带来的歌声。我们再给一次小小的鼓励，好吗？谢谢大家，谢谢。然后我刚才听到你的梦想，就是一句话，想上大学。对，特别想上大学。我感觉这就是现实和梦想的对话。看，在你的前面300个就是你的梦想，对吧？他们应该都是大学生。你是高中还是初中？初中。然后家里经济状况很不好，那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就不知道说出来丑不丑，就是那时候特别小时候就特别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别想生病，然后我就可以跟妈妈说，妈妈我想吃苹果，她就会马上去帮我买。我想问一下，兄弟姐妹几个呢？还有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哥哥，下面有妹妹吗？没有，我是最小的。我估计你的年龄应该是在28到30左右。对，我30了，今年已经满了，就是过了年之后我就31了。哦，成家了吗？没有。没成家？没有。你长得这么难看，怎么会没成家呢？为什么？这也要跟我的那个音乐也有关系了。音乐，因为我考的艺校，好不容易读了书以后就出来，就是。哦，你考的是艺校，是哪里的？是湖南的艺校。湖南省艺术学校。你觉得，波波的学历应该是多少？硕士。情况是这样的，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中肯、非常真诚地告诉你，我现在国家认可的。毕业证书，小学5年级，但是，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遗憾，我也没进过大学，但是，学历不能替代经历，我觉得能够自食其力，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姑娘。今天谁陪你来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来了吗？来了。来，看看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能不能唱让。哎呦，刚刚还在流泪呢。大哥，你好。啊，你好，你好。大哥，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大哥。我喜欢你这个满头银发，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有。大哥，我想问一下那个嫂子，他得到那个艺校那个通知书以后，你当时是种什么感觉？当时我的心呢？哎。开始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高兴，高兴，我就不能说话了，我就好像懵了呀。哎，考起来怎么办呢？我家里没有一分钱，
那怎么办？要10000多块钱。当时在我们那个老家，一年10000多块。一起。因为当时学校的学费就是一万多，然后我妈妈他们就到处借钱啊，然后就是好不容易凑到了。你们为你举债多少？当时我学校我毕业出来以后大概是3万多块钱。这个嫂子啊，那么这个3万多是女儿自己还的呢，还是你们还的？后来我们一年的收入嘛，跟她两个人就是嘛。都顶多大哥是做什么工作的？顶多我们就是外面什么都做，做泥工，他是做泥工，我就做护工嘛，一年只有3-4千块钱的收入。3-4千块钱。嗯的，那肯定不够嘛，我们就到处借钱。他爸爸的手都缺了3个手指头，现在这个都不能动了的。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怕爸爸把手搞了，我女儿就说他把。爸爸不要着急，他说找那些亲戚朋友来借嘛，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爸爸好哭的好伤心。嫂子不要讲，再讲大哥哭，大哥哭完以后小哥也要哭了。你但是真的很有感慨。你看女儿歌声很好听，人又长得美，但是一个人一个故事啊，一个家庭一段历史。你看光鲜亮丽背后都是有冷暖自知的故事在。你这个嫂子啊，大哥啊，这个有一个谚语叫结局是好的，一切都好的，看得出你们现在很幸福。很幸福，很幸福。现在你幸福吗，大哥？幸福，幸福，非常幸福。那么这个今天借这个机会啊，嫂子啊，你对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想说句什么话？我想啊，借助这个平台啊，要请周老师啊，帮我女儿找一个好的男朋友，要圆我们两个的梦。好，幸福的一家，掌声给你们啊！虽然苦，但是现在看得出你们是幸福的。我帮你树立一下梦想，你愿意吗？好，那么你的梦想现在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正式的考试进去了，我就想可能有没有机会去深造一下，就是我明白了，我想你应该是可以接受一些你感兴趣的专业知识，然后如果有需要帮助，我们的圆梦办会为你解答一切专业方面的知识，亦或是专业方面的推动或者老师，好吗？好，开始投票。恭喜，谢谢，很棒，谢谢。谢谢周老师，谢谢全场的朋友，希望你能够美梦成真，谢谢。相信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这个美丽善良的女孩一定能早日实现她的大学梦。我特别感谢我爸爸妈妈，我今天终于通过了。下面登场的这一位追梦人来自河南，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陪着他在凤凰古城流浪了一年，而今天同样为了他来到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Hello， 大家好，凤凰老师好，我爱你们 ，I love you。凤凰老师，我终于见到你嘞，我太激动了。为了梦想秀呀，我一夜都没睡着啊，我激动啊，我肚子疼啊。我要见到波波老师了，我激动啊！你告诉我，激动和肚子疼之间怎么串起来的？我这个人好激动，一激动就肚子疼。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嗨歌，大家都喊我潮妈，把舞台交给你。
未来。抛开痛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未来，在我不在，谁还能在？不来。谢谢。我对你秀背后的东西感兴趣。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我是流浪，跟着我儿子流浪。什么也没做，就是跟着儿子。儿子唱歌，我在给家里给他做饭、洗衣服。因为我儿子酷爱音乐，喜欢唱歌。啊，儿子今天来了吗？来了。首先，我要跟波波老师讲清，我来这儿梦想秀的时候，我儿子不支持呀，因为孩子。他不支持，他今天怎么来了呢？我把他硬拖来了呀，他为了妈妈嘛，为了我的一个梦想。那前面你说是你的，就是你为了儿子的梦想，到处跟着儿子流浪。哎，对呀。儿子不支持我们，每天撵我。波波老师，你见识多广啊！真的，你的人脉很好。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你就是我的伯乐老师呀，知道不知道？波波老师，你是希望我做你的伯乐，还是做你儿子的伯乐？做我儿子的伯乐。我是个什么呀？我什么都不会呀。你得给他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他唱歌特好听啊，孩子们都爱听啊。那为什么是你上来呢？我上来就是给他送一个礼物。因为多少年了，我就没有支持过孩子嘛，就给他投了50块钱呀。你不是跟他流浪了一年吗？这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你没有支持他。哎，我不知道呀，波波老师。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伤心在这儿呀。你为什么会不知道？他不跟我讲呀。他不跟你讲，他出去你就不知道了。对呀。作为一个妈妈合格吗？所以说我内疚嘛。孩子就是在没钱的情况下，然后孩子就在蹲在厕所里面写了一首歌，叫什么名字？妈妈是一道光。就是这首歌是献给你的。对呀。还有一个伯伯老师，他流浪时候就住在那个桥洞里面跟人家唱歌嘛，然后就露宿街头呀。伯伯老师，这些我都不知道呀。哎呀，当时我听了我的泪都下来了，你知道吧？我明白了，让我看看你的儿子有多强大。哎，比我想象中的，比我想象中文雅哎。胖，这个弟弟啊，你妈妈生活中是这样的吧？跟着我的时候是这样的，她性格非常的好啊。妈妈这样你接受吧？我一半一半，只能这样说。OK， 告诉我你不接受的一半是什么？我不接受的就是她跟着我在外面跑啊、流浪啊、吃苦啊，我不接受这些。你能不能从房间里面流浪到台上来？上来吧，大姐，我觉得你很放得开。哎，为了儿子，我今天嗨了我。那你这样你回去，你老公还认识你吧？他不认识，他说你看你跟个妖怪似的。我说为了，他说你是妖怪。对呀，我说为了儿子，我就愿意当这个。有请季先生，闪亮登场。流浪歌手小齐先生上场。大家辛苦了，波波老师辛苦了。你好，孩子。这个在之前要采访一下，妈妈帮到你多吗？帮到的很多。妈妈就这一年都跟着你走。这一年嘛，我就停留在湖南的凤凰。我想知道的，今天到这边来是来圆谁的梦？是想谁实现谁的梦想？到底是妈妈的梦想还是儿子的梦想？我今天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是为了圆我妈妈的梦想。不是了，波波老师，我是为了我儿子，我要圆对我儿子，就是波波老师能给他找到音乐伯乐老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的梦想也实现了嘛，我登到这么大的舞台上。那这样好吧，一家人稍微商量一下，给你们20秒钟。梦想只有一个，对梦想不能有奢望，否则梦想就是为我儿子，不用想，波波老师，就是为儿子。哎，为儿子，波波老师，你一定支持我。你觉得我们会喜欢你儿子的歌？对，我很有自信，因为大家都说他唱歌好听。你妈妈说你为你妈妈写了一首歌，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可以转过去对她说吗？可以。妈，
其实这首歌自打写出来以后，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歌名。啊，妈妈说你为她写过一首歌叫《妈妈是一道光》，有吗？有那么一首歌，但不是这个名字。不是这个名字哦。对。我想妈妈怎么是一道光，这变成闪电侠来？对，这首歌的歌名呢叫《烛光》。Okay. 因为我妈的名字啊叫红霞，她就是我心里面一直能够照着我走下去的一条光，能够坚持我自己的梦想。那妈妈其实对你影响很大，你很爱你妈妈。对，我很爱她。这样好吧，大姐、大哥还有妹妹，为了让这个弟弟能够很好的唱这首歌，《烛光》是献给你的，请你们回到家属室去，让他一个人表现。希望波波老师一定支持我。哦，这不是我的权利，这完全是后面300位梦想。希望大家都支持我，一定实现我的梦想。老师，我可以准备一下吗？我想把我的老伙伴带过来。好，来吧。儿子，在妈妈有生之年，就是送你的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能让波波老师，能让你登上更大的舞台，这是妈妈的心愿，希望你能接受。谢谢波波老师了。这个大姐，请移步家属室，开始。我背负太重的梦想，来到这个地方寻找。这里有我想要的可乐面包，还有最初的梦想。因为爱让我更疯狂，因为你让我奋不顾身一切的去自己写的。哎，对，自己写的。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是希望他回家，是希望他回家。这就是你的梦想吗？是的。没有其他梦想？梦想有很多，但是我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家，不要跟着我再受苦受累。我明白了。好，你这个梦想今天很好，我们当场可以，当场就可以决定你这个梦想到底同意还不同意啊。先帮我把画面接进来。大姐，哎，是这样，情况是这样的，你儿子的歌我们认为蛮好听的，至少我认为挺好听的，啊，是呀。但是他的梦想，你知道他的梦想是什么吗？但我不赞成他的梦想。哎，这等一会儿，这边不，这个你。大姐，你前面都很干，你现在怎么你脸一绷蛮吓人的？哎，好，哎，对，因为站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一个梦想，所以你把舞台让给了你儿子，所以你儿子作为追梦人站在这个台上有权说出他的梦想。那么要这样啊，如果是梦想观察团他们不同意你儿子的梦想，你就继续盯着这小子，他走到哪里你跟到哪里，好吗？如果大家认为你儿子的梦想是对的，要你回去，你必须马上消失，好吗？准备，5、4、3、2、1，开始。
谢谢大家啊。我先祝贺你，你成功了，我送你一句话好吗？好的。孩子，祝你成功，一个人单飞去吧。妈妈，相信你的儿子。再见。不是波波老师，不是这样的，波波老师要是要我的梦想，波波老师是我来的。音乐，谢谢大家。渴望独立的大男孩，在你的音乐之路上，带着妈妈对你的深爱，勇敢的单飞吧。这怎么办呀？不行，不行的，我要见我们老师，这是我的梦想啊，都没给我实现呀、啊，我是不能走的呀。伪装奶茶领导者香飘飘，让梦飞起来。这里是由香飘飘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梦想秀》。清洁用品专家世家邀您参与中国梦想秀互动，发送短信或者发表微博世家清洁用品专家中国梦想秀，支持你喜欢的追梦人，就有机会获得世家圆梦大礼包。勇敢男人成就梦想，感谢布斯男装对梦想助力基金的大力支持。网友互动请关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优酷视频、爱奇艺。至此，第四季中国梦想秀晒梦阶段已经圆满结束。下周同一时间，票数排名前24位的追梦人将陆续返场实现梦想。在节目播出的77组追梦人中，谁能成为最后幸运的24位圆梦人？终极名单为您揭晓。他们是为友情而歌的卓绝组合，唱山歌的彩虹部落，酷似林丹的秦坤，新疆小美女看琳娜，走出抑郁阴影的杨沙健，肚皮舞教师严学丽，深情的水泥哥戴大明，双目失明的模仿天才程佳佳，渴望爱情的胖姑娘魏琪，农民工街舞组合柠檬树，英文歌超棒的李小娇，舌战波波的葡萄干张馨月，用舞蹈证明自己的男舞姑娘，办杂技学校的张应夫妻，想办晚会的红门乐队，想开音乐餐厅的张角娇，快乐的曲颖妈妈丁家珍，热心助人的百变超人艺术，拥有天籁童声的萝莉丫丫，美丽的24位中州大学无声天使小宋祖英罗燕，而位居前3位的是渴望上学的轮椅女孩司丽轩，陕北好声音杨玉哥的贺东，为儿子无私付出的中国好妈妈郑亚波。下周他们将向梦想发起最后冲刺。节目现场，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已准备了近1000万的梦想助力基金，更有众多神秘明星和爱心企业莅临现场助推梦想。谁能当场实现梦想，谁又能进入最终的梦想盛典？让我们共同期待下周梦想舞台的再度华丽绽放。感谢蓝天下官网、新浪网、新浪微博、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搜狐、网易、百度、搜狗、乐视、迅雷、看看 PPTV、3G 门户、酷我音乐、天涯社区、猫扑社区、人人网、56网、19楼、Viva 对梦想的支持。